头发，船也不要了。我以为家里进贼了呢，怪不得找不着手机。就是我藏的，为了防止你逃跑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，你得吃。必须吃，这是我给你包的。哎，我不喜欢吃鸡蛋。可它对你身体好。再吃一个包子吧。雪花片片飞舞飘落你手心，我仿佛听见它融化的声音。衬托起这冬天特有的安宁，感觉它整个世界分。抬头面的神秘痊愈，我自己能擦。你照顾我，我这是报恩，我来擦。哎，喘不过气儿了，哎呀，你这样子真可爱。钥匙给我。钥匙给我。不给。信不信我把你扔下去？你敢？你要把我扔下去，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。碰水还会变身是吗？会消失。放我下去。钥匙给我。放我下去。哎呦，疼不疼？糟了。Thank you.
醒了，疼不疼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？我刚才不是在打工吗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神经病吧？啊？怕自己忘了，留言提醒，不要告诉我哥关于白哲的任何事，一定要阻止白哲死。哎，哎。白哲，你想过死亡吗？行吧。我爱你，再见了。这次我更没有出事，白哲爱上了我，但他还是死了。我一直在研究要如何改变，我一定会让他对未来唤起希望。这又是从哪儿借的衣服？怎么样，有没有更喜欢我一点？哼，你们现在工作都要穿这么高级的衣服？什么工作啊，这是约会，嘴巴能不能说好听点？你今天确实挺好看的。走吧。除了复仇，你还有别的想做的事情吗？嗯，没想过。那现在想，三个，五个。吃顿海鲜。你必须是那种真的听上去是未来想做的事情。比如？结婚，生个孩子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给你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个算吗？还四个。你都能帮我实现吗？当然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哒哒，把你的愿望五个。都写下来，等你复仇回来，我就帮你实现。
没有性的记忆碎片。我好像更喜欢你了，希望你这一生幸福平安，不要寂寞。或许复仇对他来说才是对的，我干的事情都没有意义，但我还是想再确认一遍，难道真的无法改变吗？这是哪一天？绑架的那一天，他们用无威胁白哲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们都是冲我来的，你赶紧下车，往山上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我们一起跑。一起？去哪儿？往前面，有出城的高速公路，你听我的，跟我一起。赶紧下车！那个男人会一直打你，你会为了保护我一直被打。如果艾达能救你，那就值得。我回到了没有遇到白哲之前，如果无法改变一切，我要清除一切关于白哲的记忆，彻底结束痛苦。这什么意思呀？
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感觉缺了什么，到底是什么？新的记忆又全部回来了，无论我多努力的想阻止，还是多努力的想忘记，却怎么样都无法改变未来。小流氓呢？吓我一跳！这么帅的小流氓，你也不吃亏啊。这次要去哪里玩？我这段时间要去办一件事情，可能没时间陪你玩了。我想去海边。好。不许欺负我。白哲，我不要喜欢你了，我也不要再记得你了。
行曼，快忘记我，永远不要再记起来。想过死亡吗？每个人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，有什么好想的？死了你就见不到我了。那太好了，你也不需要再见到我了。每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间都是那么一点点，你很快就会忘记的。我有一件事情重复做了很多次，但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都没办法改变这个结果。既然改变不了，不如好好告个别，别留遗憾。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礼物。白哲先生，去复仇吧，只要你高兴，我都支持你。行吧，我也祝你每一天都平安快乐。我喜欢你，是最后一遍。我太难过了，连心跳都不会加快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。说说吧，看我能不能帮你实现。这就是你的愿望。吃一顿你亲手做的饭，才不是，是我们一起吃。嗯，味道不错，尝尝。嗯。谢谢你啊，行吗？我已经好久没吃过一顿热乎的饭了。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的爸爸和妈妈能陪我一起吃一顿饭，但这个愿望一直都没实现过。后来老爹收留了我，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人好。也不好再给他们添麻烦，但是今天我的愿望完成了，跟我希望成为的家人一起吃饭。行吧，以后找个稳定的工作，别再做兼职了，好好生活下去。吃完这顿
回去吧。我不，我今天还要住在这儿。我今晚不在，你想住多久都行。白哲，嗯，如果我告诉你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这样你还走吗？也许以后我们还能再见呢。别骗人了，你就要去死。我没病没灾的，怎么会死呢？对吧？再说了，我死跟你也没什么关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了这一切我都做了什么。我为了让你爱上我，我什么办法我都试了，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去死。白哲，我发现我根本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。行吧，我爱你，再见了。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，我离开了那里，没有遇到绑架，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白哲的消息。我明明记得掉在这里了。
难道被海水冲走了？白哲，这次我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行慢。白哲，是你吗？你的愿望实现了，我回来了。你在哪儿？在你身后。落日余晖的路上，总是爱弥漫。我为遇见你，越过了花花线，浪漫在坠落人间之前，从没有想过生命的剧情会反转。牵你心头的月亮，卷着繁星猜一猜，就让这我找了你好久都找不到，陪我十年，一直在这里等你。若你有勇气说再见，这一次我一定会选择成全。终止爱的期限，我不是把他扔到海里了吗？那天跟你告别后，我回去海边找到了这条项链，这一定对你很重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仿佛有你给我戴上这条项链的记忆。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明白了你所有怪异的举动，你一直用各种方式救我。我以为复仇是我人生的全部。那之后我找你哥认真聊了一次，我选择相信他，我把我手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他。我想这大概才是解决我内心痛苦的正确方式吧。没有想过设定的剧情会反转，牵你心头的月亮，卷着繁星猜一猜。这个世界上有更值得我留恋的人，我会为了他而活下去。我可没有答应你。我会一直缠着你的，跑也跑不掉。